各位天命人们，黑神话悟空都玩上了吗？玩的爽不爽呢？不会还卡在虎先锋那里吧？哎呀，我虎大哥都快吃不下了。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更爽的方法玩黑猴子，你有没有兴趣呢？身临其境的仿佛你就处在那片山林里，周围的鸟兽虫鸣丝丝入耳，破败的寺庙，充满压迫感的雕塑，仿佛真的一样出现在你面前，就问你爽不爽就完了。而让这份沉浸感达到极致，解锁更爽的秘诀就藏在眼前，黑神话100寸装备。哇，我还是头一回用100寸的大电视打游戏呢。你看着视野，这压迫感，这色彩，你再看着 boss 的压迫感。妈，别给我准备晚饭了，吃不下了。该说不说了，咱虽然不是天命人，但是用这台海信电视118N Ultra 打黑神话，那确实爽。但是有朋友要说了，不就是大电视吗？我要投影仪，我能光滑面投到对面楼上去。哎，那你这就错了，海信电视18系列可是黑神话悟空的官配电视，官方定制。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听说了，海信是黑神话悟空的官方合作伙伴。那官方合作到底合作在哪儿了呢？它拥有专门为黑神话悟空打造的专属游戏模式。你看这页面上的悟空元素，这沉浸感十足的 UI， 再看这深度定制的游戏操控界面，处处透着为游戏而生这几个字，诚意拉满。但是光皮肤肯定不够，海信为了还原悟空本色，联合游戏开发团队对黑神话悟空的美术风格进行深度研究，做了专项的画质调教。本身这台海信电视118N Ultra 硬件条件就已经很优秀了，要知道这可是一台百寸超旗舰 mini LED 电视啊，6480分区的 mini LED 技术，如同细腻的笔触，将黑神话悟空中每一处细节都精准呈现。无论是悟空身上每一根毛发随风舞动的质感，还是游戏中山川湖海云雾缭绕的壮丽场景，都在6000尼特的超高亮度下显得生动逼真，仿佛穿越时空亲历那神话般的西游世界。海信还有贼牛的信心 AI 画质芯片，这就相当于给电视也装了一个超牛的显卡，它能智能识别游戏画面中不同的场景，无论是激烈的战斗特效还是静谧的禅意时刻，都能自动调整至最优显示效果，确保每一帧都流畅自然，色彩饱满而不失真。再加上这块海信定制的黑曜屏，超低反射率让它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挥出硬件的全部实力。你看咱们现场这么多射灯，画面一点没受影响。配合这样的硬件条件，海信针对黑神话悟空通过定制调色和 XDR 高动态调优等处理，将游戏中那充满中式美感的场景还原的淋漓尽致，这才叫中式山水画卷，得让那帮老外震撼一把了。更不用说这次海信还联合杜比和杜比全景声做了黑神话悟空专项硬件优化，对游戏声效进行全面校准，力图将这门第九艺术完美呈现在各位天命人面前。所以说这个游戏打得爽不爽，不光是屏幕大不大，声音和画面同样缺一不可。但是有朋友可能没有条件整那么大一台电视回来打游戏，又想体验这种海信专项优化带来的超绝游戏体验，海信也有办法。海信电竞显示器27G7K Pro， 这是黑神话悟空官方合作显示器，跟万元级电视采用了同源技术，1152分区的 mini LED 再加上 4K UHD 超高清硬件配置，配合跟游戏研发团队联合调教的黑神话悟空专属画质模式，一玩一个不吱声。如果你还没有黑猴子的游戏，不妨去看看海信电竞显示器的详情页，有惊喜哦。另外如果有朋友已经买了游戏，想要得到这种超棒沉浸感，但是家里呢又没有足够的地方装100寸那么大的电视，不妨看一下海信电视18系列的其他尺寸，同样的技术，同样的爽。